给我做个 CG， 插一把刀在我心上。徐阳说：“黄子鳌怕虫是这么的，无实物表演，这里有个虫。”啊！他什么呀？哎呀，他为什么跟着我？你是造谣？我是这样的吗？我绝对不是这样的。我有视频，连那个视频不算吧？你总不说说你自己？我现在要吐槽你。他见了一只马蜂，自己先跑出去把门关上，然后把我跟马蜂放在房间里，然后他看马蜂走了以后，他开始拿手机来拍我，然后说我开始害怕。那我想请问当时的陆教练，你为何要把我跟马蜂关在一起？没有，因为当时事情发生太突然，我也没想到。第一反应就是你最真实的反应。不是，我是怕他飞到你客厅里。你不要找借口，跑了比谁都快，叭把门一关。我说陆哥，你别这样，你开门。我一定要把你的视频放出来。厕所跟我模仿的可像了，他才是那个精髓。徐阳，徐阳，不要，他不敢。徐阳，来来来来，徐阳来吧，你都有胆子了，已经被爆料了。来，黄教练到底是怎样怕虫的？他就这样。我觉得为什么我看到了一只发蝴蝶？他这样的，他就在很认真说话，而突然。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始跑，他怎么跟着我？他跟着我？飞呀飞呀飞呀！他这学不像，比这要狠一百倍呢。郭文，郭文你在哪儿？快，一会儿咱们给他演上。他的精髓就在于说，就他很正常在那聊天说话，然后突然可能来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他就。就是哦，这个节目我有看到，中间有一期他戴着口罩坐在地上，突然间说着说着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对对对，这咱屋，咱屋，啊，对不起，当时我在看的时候，嗯，怎么了？他就很怕虫啊。黄教练真的太不容易了，黄教练。不是怕虫很正常吗？又是，谁不怕？不怕虫，谁不怕虫啊？都怕。老毛，你怕不怕？怕。对，都怕。那不就是吗？我怕虫怎么了？我一男人。我本来想要很温柔的来，我今天内心有一个少女，结果我来了这个地方，你们生了那么多人，为什么偏偏是我？被欺负了的感觉。你让上面。毛不易、鹿晗怎么想？你让我怎么想？我哪儿得罪你们了？没有，都逃不过。啥？他要说啥？你黑名单？黑名单？什么名字啊？谁说我怕虫子？是啊。谁不怕虫子？你告诉我。我也怕。男人为什么不能怕虫子？陆哥也怕。没醉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了，没了。教练别怕，可以怕虫子。我滑。你们是不是早就知道这里是虫？你们是不是故意放的？
谁抓了一只虫子放着要整我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你们还想让我在这待着吗？请对我好一点。张烈，别哭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别哭，不要哭。好。不要哭，别害怕。我没带怕的，对吧？从来没怕，从未怕过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有一只虫子，请把这一趴捡到刚刚那个地方，好吗？我很淡定。哎哎，你们看，这有一只虫子，我没带怕的。对吧？从来没怕过，从未怕过，我不会害怕的，好吧？